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你们昨天点的蒸鸡。哇，先吃个腿吧，超爱的腿，好多油啊，而且还是带内脏的，你们一定要看完哦。哇，这家的好好吃啊，天呐！这我是第一次点的这家，它很香，有点奶香奶香的。很嫩，它一点都不柴。太古，再来，它内脏在哪呀？哦，在这儿，看到没有，姐妹们，它躲在这下面了。把这个吃掉，我们再吃它。太好吃了，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蒸鸡。好有味道，哇塞，脱骨了，看到没有？脱骨掉了。好吃，越吃越想吃。看这鸡脖子好长啊！以前我点的鸡，蒸鸡连脖子都看不到，就前面这一大截都找不到。这啥？鸡肝？有没有鸡胗啊？鸡胗好小一个，看，一点都不腥，没了。这鸡肝我还真没吃过呢，看一下好不好吃？我吃过猪肝，猪肝好吃。哎。鸡肝有点腥哎，我还能接受吧。蘸点辣椒，双击好不好？么么哒，爱你们，家人们。